这上面粉这么多，嗯，劣质巧克力的味道，捏不开。这伸腿瞪眼丸，一日丧命散，含笑半步癫。哇！无良商家为了使这个口感更好，往里面放加水，应该是这么个过。你就看一下，嘴里有渣渣，不喜欢这种感觉。Hello，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呢又要给大家来做评测了，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吃的几款东西：网红脏脏包、豆乳盒子、优哈软糖、荔枝式的夹心卷、假的麦丽素、松尾的抹茶巧克力，它里面加了那个糯米糍，还是蛮特殊的一种巧克力。芝士小方，看起来一点都不好吃的样子。还有一个巧克力夹心饼干，叫天甜牌，这个翻译真的是土到爆炸。我们先来尝试这个脏脏包，闻起来怎么样？劣质巧克力的味道，哎，好轻哎，这蛋糕贼轻，摸一下。它不是蛋糕，它是面包。啊，这面包贼轻，没有重量一样的感觉。那看一下，有点像可颂面包，然后上面裹了一层。这上面粉这么多，嗯，捏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个，啊，你的手怎么捏不开？咦，这个，啊，弄得到处都是。哇，这个手粘的跟个那个一样，贼恶心。它这里面还是加了很多的这个巧克力在里面，这个面包的孔隙非常大，吃起来的口感特别的粗糙，保证很普通的感觉。哇，这个外面有一层这个巧克力皮，来展示一下，好吃吗？很苦吧？超过五块，这东西就不值。OK， 那接下来给大家尝尝这个豆乳盒子，大概是这个样子，里面好像是蛋糕哎，看一下，有一点点豆的味道，就是蛋糕，非常非常普通。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豆乳盒子都会在里面放上一些果仁或者花生仁，果仁和花生仁混在比较细腻的蛋糕当中的口感，我觉得是比较扣分的，嘴里有渣渣，不喜欢这种感觉。大家好，我是渣渣灰，这里面的渣渣真的很渣渣，不好吃。这个一盒是24块钱，其实还是蛮小的一盒了，还没有吃。那接下来我们尝一下这个优哈软糖 ，QQ 糖的感觉，但是这个口感跟 QQ 糖不太一样，更像比较硬一点的果冻。这个糖外面裹着一层皮，我等会把那层皮吃出来给你们看。嗯，没有，没有皮，怎么回事？吃那个是有皮的，还有吗？丁中有善口地者，我一定要把这个皮吃出来给你们看。哇哇，看到吗？哇，奸商，这种奸商为了能够多卖东西，在里面放这种塑料，你知道吗？屁嘞，特别素质特别差，在里面放塑料。瞎说你。吃起来真的就很像硬一点的果冻，它是为了模仿果肉，哦，它里面还有果肉，我天，它里面这么有果肉，看到吗？哇，贼神奇，这是果肉吗？是果肉，是果肉。糖的味道和口感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嗯，但是这一包糖卖8块多，我觉得是太贵了。那接下来尝一下这个森永贝克利芝士小方，它已经过期了，我天，没有，你瞎说，已经过期了怎么办？那你别吃，我吃吧。你是不想给我吃吧？哇，好香嘞，太腻了吧，完全都是芝士块，不是很吃，不是很推荐。接下来吃这个假的麦丽素啊，这伸腿瞪眼丸，一日丧命散，含笑半步癫。我没有吃过麦丽素，不会吧？真的，你的童年缺少了什么东西？里面是这样一颗一颗的小球，我见过人家那个，这是，哇，嗯，巨甜，甜到掉牙。都是用代可可制作的，对身体都不是特别好，糖分也很高，请大家在家也少吃，好吧？那接下来尝一下这个糯米糍巧克力，你们看一下，糯米糍，看到吗？里面是这样的，胶水，我的天，胶水！无良商家为了使这个口感更好，往里面放胶水，应该是这么，嘎，嘎，不好吃，巧克力不好吃，嗯，不好吃，真不好吃。你看这个弹性，真的跟胶水没什么区别，韧性贼强。这个价格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哪怕他卖2块，我觉得他都不值。荔枝是这个牌子，因为我之前已经试过了，所以我对他的要求也会更加严格，就希望他不要让我失望。还是蛮完整的，就拿出来也没有什么掉渣渣的感觉，也甚至忍不住想让我转个笔，对吧？不是空心，它里面是有夹心的，刚入口的时候是甜的，然后会咸和反酸，勉强能上推荐名单吧。还有一个巧克力夹心饼干，叫天甜牌，里面是这样的，一块一块的，有点像士力架，哦，两层饼干中间还有一个夹心，特别特别甜。哇，
我也不用推荐，我觉得太香了。我要试一下他们推荐的一个方法。我先把这个头咬掉，然后把这个尾咬掉，然后举一杯热水，他们说这样可以把这个吸上来。看到了吗？这个太短了，怎么吸啊？有吸下来什么吗？嗯，这饼干都。什么吃法啊？哎，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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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快点吃掉！这神经病吧，这家淘宝店。不是淘宝店，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说哎。好恶心。好，那我们今天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试吃的这五六七八款，没有一款值得我推荐。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片刻春风得意，未知景物朦胧。